来到立法院有这样的规格的，你回想一下，有吗？没有，我敢跟大家保证，30年来没有。行政院长郝柏村原定在上午10点进行施政报告，由于民进党立委的强烈杯葛，直到11点才在层层警力的保护下上台。健康的政治，反暴力。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，顺利完成了口头的施政报告。谢谢大家。